国出席贵宾共同见证之下，南投县政府警察局新任局长卢春典是接下应信宣誓就职。是指于事已至诚，恪遵国家法令，尽忠职守，报效国家，不枉费公堂。今日南投县政府警察局长卢春典正式高阶就任，现场是来了真侪贵宾共同见证参与。因为卢春典局长是出身基层，资历丰富，这次接任南投县政府警察局长，也相当受到各界的期待。伊即届调来咱南投，咱嘛足欢迎伊的。希望伊伫过去的警察局长的好的成绩之下，用继续发挥，把咱南投的治安做到更加好咧。我们南投县呐，现在已经是一个观光大县呐，每到假日啊，交通都非常涌塞，所以这个交通的改善非常重要。另外治安方面，也要来加强，希望我们能够加强治安的工作，做得更好，保护我们南投县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。卢春典局长也表示，治安维护、交通顺畅依然是工作的重点，同时一定会加强为民服务的品质，最重要就是警察风气这部分一定会严格来要求。为民服务这区块，我想我们南投啊比较注重人情味，那我们也会来加强服务人民，看他们有什么需要，我们既然为让满足民众的需求，这也是我们未来的工作目标。还有警察风气这一区块，我们是要加强，不允许我们警察同仁啊在有违法犯纪的情势发生。中央警官学校刑事警察第42期毕业的卢春典，在警界上方学到的不是刑事专长，是以什么代志拢是注重人和。因为卢春典认为，只有和谐，才会当做好任何事。相信这次接任南投县政府警察局长这个职务，相信县内治安、交通以及为民服务各方面，一定会当做出一番好成绩。记者蔡有凯采访报道。